哪个才是你心中的最佳名场面？我阿妈坚持甲洪家生出来就袂安尼啊！我甲洪家做伙来死死，唔得拢无代志啊！在这里还好吗？我需要帮忙吗？江志谦，我妈从年轻就栽培我到现在。原本我以为接下来的日子会很快乐。我承认我现在很不好，但是我会记得我妈教我的。如果有机会，我想再爱我的学生。